VR1350，你去过台湾了吗？把你过来乱车。就。他没有去过，在台湾你有亲戚朋友吗？你那么朋友他们没有空。空了。他没有。你会抽烟喝酒吗？把屁股都闻酒空。空了。他不会。来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你那乱了没有这办法，帮我救人的空。够啊。他受得了。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你主要给本分增加吗？我同意空。够啊。他愿意。你要保证今天你回答的问题和履历表上的内容都确实。帮我担保你的综艺见法我够找来给麦老师的空。够啊。他保证。好，今天经理就算输，为什么把人断？对了，好，现在请你削苹果，不然没办法打。谢谢。